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安德，今天要为你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间电梯三房位在板桥区府中路。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间电梯三房位在板桥区府中路。我们这个社区名称叫做名家花园大厦，这个物件位在板桥区府中路。名家花园大厦屋龄有38年多，总楼高有10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目前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这个地点也非常的棒。全幢将近有32坪，目前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这个价位在于板桥算是非常便宜的价位。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电梯三房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超值，目前全幢将近32坪，报价是1350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我们这边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方便，距离府中捷运站大约只有500公尺，距离板桥国小、板桥高中走路的范围内大约有550公尺，附近的商圈也非常的多样化。我们走路的范围内可以到达我们的南雅夜市，大约600公尺就可以到达。附近还有板桥市场，慢慢走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大约只有280公尺。接下来为你们介绍，这个是我们的主卧室的卫浴。主卧室的卫浴它有2个门，也就是基本上两边的门都可以互相使用。我们两个房间的门都可以互相使用这个主卧室的卫浴。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府中站周边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纳入考量。这个物件总价非常的便宜，全幢将近32坪，目前报价是1350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在这边要特别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楼上是电影院，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实际参观做比较。虽然我们楼上是电影院，但是我们住在楼下，完全听不到楼上的声音。
这点你们就可以真的要放心。我们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棒，有黄石市场，还有板桥市场，还有我们的南雅夜市，生活多彩多姿，附近的生活也非常的便利。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物超所值，在板桥这种蛋黄区的地点，寸土千金，这个物件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目前是空屋，之前是租客承租，目前租客刚好已经搬离。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是在找捷运周边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再错过。再一次为你们特别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名称位在板桥区府中路，社区名称叫做林家花园大厦，屋龄38年多，总楼高有10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2楼，全幢将近有32坪，目前我们报价是1350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2个房间没有对外窗，这个要特别跟你们声明。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也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我们这边周遭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完善，而且也非常的成熟。不管是你们要到板桥市场，或者是黄石市场，或者是南雅夜市，都非常的方便。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非常的多彩多姿，而且真的是让你们方便到无法形容。白天有白天的样貌，晚上有晚上的样貌。尤其是我们楼上是一个电影院，如果你们在家里闲得无聊，也可以去楼上看看电影，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我们总共有3个房间2个卫浴，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是真的非常的宽敞，大约可以容纳12个成人脸这么大的空间。再一次为你们强调，我们这个使用分区是属于办公室，这个名称非常的特殊，有些人并不清楚我们使用分区。使用分区有所谓的住宅区、商业区，还有工业用地。
我们这个是属于办公室。早期像这种很多人都是规避这个法律的漏洞，基本上左右邻居都是拿来当成住家使用。如果你们大家并不排斥，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现场参观。好的地点真的是大家都在抢，虽然使用分区并不是住宅区，但是我们左右邻居确实是纯住宅。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来参观现场。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的这边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厨房是属于开放式的。由于我们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使用的是洗脱后的洗衣机，还有开放式的厨房。我们这边是使用电热器，所以非常的方便，随时打开就有冷气可以，随时打开就有热水可以使用，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个是使用电热器。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餐厅。我们的客厅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大，包含我们的餐厅。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格局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全幢将近有32坪，目前报价是1350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这种价位在板桥算是非常的便宜，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间电梯三房位在板桥区府中路，我们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林家花园大厦，屋龄有38年多，总楼高有10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2楼。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棒，地点非常的棒，附近有黄石市场、板桥市场，还有南雅夜市，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到达。这边也是刚好靠近府中站，距离我们府中站大约只有不到500公尺，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捷运站。我们附近的学区也有板桥国小、板桥高中，走路的范围内大约只有550公尺。如果你们大家对府中捷运站特别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真的非常的超值，全幢将近有32平，目前报价是135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3万出头。地点非常的棒，不管是你们要买一些日常的用品，或者是大型的家具，或者是你们想要三餐在外面就食，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周遭的生活水准非常的高，而且形形色色的商店也非常的多，不管你们要买一些比较特殊的商品，附近的商圈一定可以让你们大家满足。如果你们本身就是习惯在外面就食，附近的连锁超商或者是连锁美食街都非常的多样化，可以满足你们三餐不同口味的需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0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来参观现场。如果你们方便，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身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